不管伊的凊彩袂掉，会规个人拢帮伊，拢是我无好啦。假使讲，我若较谨慎嘞，咱就家都袂向母倒，爸爸变干嘞。那会当怪你？这一切拢是陈忠信造成的，毋是你的决定。伊的目的就是想要看到老家的人凄惨落魄。 恁若是因为这届搭建，就永远爬袂起，安尼就真正顺利。子谦，我一定无机会甲你说多谢。你毋但无交计较，过去有对你亏欠，伫个阮老家农业所地时阵，一直伫阮身躯边照顾阮、鼓励阮。这个温情，我真正毋知影该报答。 我是郑海的妈妈，这代志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无需要这样客气。哎，夫人，哎呦，啊你啥啦？啊你来三日请假，安尼安尼规个头毛乱糟糟啦，啊？对，阿公拄则讲冤家，相拍啦。你敢相拍？无啦，哎，拄则迄头家哦，伊阿唔知好歹啦，啊无无紧无紧。 伊迄哦对家己诶食品哦，安尼一点责任感就无啦，啊好心甲伊讲，佫搞冤家呢，还当然该相拍啊！啊，是讲啥啦？啥物食品，啥物头家啊？哎，无啦，然后拄则去贩卖部无，啊看咧卖果啊，我就想讲哦，要一日我来食看卖。谁人知影一食浓哦，诶，加入专粉啦，迄头工减料嘛，对无？我就好心甲伊头家讲啊，伊一听着安尼哦，足受气，佫搞骂呢，诶，真正好心去互雷金啦。 歹势啊！我拄则找无你才着急的，你总算醒过来啊！静宇，你无代志了？你要创啊？你想啊？是讲你哪知我的名？静宇，你想怎啊？我是想你唔知啊？ 我敢若毋捌看过你呢？啊，你敢是这间病院的医生？我家风啊，你的翁婿，人发生一场最严重的车祸，车并过啊，你伫车里面甲我讲你出爱我，你敢袂去啊？静宇，啊，你别说，你甲我放开哦。我见过你哦，我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叫小雨，一个叫米姑，绝对无可能甲我陈年冠的，伊一定嘛伫咧病院内底。 小等下，你若还看到你安尼甲我哥哥听哦，伊一定会全送下来啦。小雨，我就知影你一定伫咧病院陪我。啊，是讲米姑咧，伊哪会无甲你做伙？静宇，你是咧讲啥？米姑早都已经……小凤。 静宇，你哪会讲到米姑啊？咱刚刚创啥？你袂记啊？今仔是你生日啊，阮大爷要替你庆生。哈，惨啊！我有答应米姑，讲袂用互你知影呢，即要互你惊喜。来，别想安尼。静宇，不要紧啊，我袂让米姑知影，你要替我庆祝生日的代志。 那么呢？咱先顶白爸，有医生检查一下，安尼你忙较早离开病院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